在要出发去南京，现在车子上全是雪。经过了将近400公里的路程，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南京。南京一直给我很深刻的印象，很多的回忆，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，叫做《南京，南京》。仿佛我回到了1998年。我想念南京，南京美丽的城市，每个街角充满的故事，对你的爱谱成一首曲，走心的旋律，我唱着南京。来过南京嘛，思念的南京啊，还记得鼓楼新街口充满的南京话，望不到头的从山东路的路口，不会忘记想说爱你，害羞说不出口。紫金山下玄武湖旁，临近你旗袍是真的一点不像话，你一口哦一口再一口咬着冰棒，你好看的融化了哦的形状，哎，你想要去哪块就带你去哪块，哪怕是星星爬上明城墙为你拿来青春剧场，偷牵你小手，你让我永远爱你，不然是小狗。我永远爱你，像糖炒梨子特别的 sweet， 就像我现在不停唱着李红写的 beat。南京南京，你爱要一起唱啊！南京南京，我想念南京南京美丽的城市，每个街角充满的故事。这座美丽的城市，爱你。
说，我说啥？这个就是那个啥，那个啥，什么老头爱马仕翻江渡桥嘛。然后你是吗？你一般在那上面看到都是摊子上的嘛，然后这个叫的是店里的。哇塞，我第一次爱马仕炒饭。然后它就里面就是酸豇豆比较多嘛，酸豇豆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就不喜欢。你不要拍我。然后就没啥了，然后你就点了你喜欢吃的红烧牛肉的。那它为什么叫爱马仕呢？因为它是跟爱马仕联名。南京酸豇豆，南京做饭很蛮喜欢用那个，南京那个私饭团里面也有酸豇豆，只不过酸豇豆有其实有点臭臭，有些人就不喜欢，就比如我就不喜欢。我要给你们拍张照片，色香味俱全。苹果手机的那个是真难看，看不见。这是来自南京的爱马仕炒饭。我有点火，你好了吗？他还小，你怎么还挑呢？这个神仙包都可以吃啊。神仙包可不可以吃啊？拉菲，不能这个太胖，好好微辣。其实这个我可以一人一口。这个就是老雅说的南京最好吃的一家鸭血粉丝。但是他自己却不吃。这家鸭血粉丝店它还蛮有特色的，它的一楼是一家面包店。你来吃鸭血粉丝，你不要鸭血。对啊，我之前我就在群里说过的啊，我好多年。我是来自安徽，安徽是我家乡。前有一个女鬼，她经常四处游荡，并在暗夜里显出人形。她现在就在你身后呢。可是身后有两个呀。